是墨药、含香和郁金的混合物，都是皇后最爱用的香。难道那个女子是皇后跟女人？她身上肯定藏着什么秘密，这也就是为什么满大街都是金乌卫，都是在找她。 我知道那名死者的身份了，你知道，他是皇后身边的私保宫女。将军，就是他。 后到底丢了什么东西？看这阵仗，肯定是值钱的东西啊。生死权，任谁都惶恐。